感觉距离我上一次 vlog 过去好久了，中间发生了好多事情。然后现在我男朋友他已经换工作，换到了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。擦点眼霜。现在就是乳液，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，我平时涂完乳液就这样了，出门我都戴着口罩，所以就可以防晒，而且我还戴着帽子。然后去实验室也见不到什么人，所以我就这个样子吧。但是今天感觉还是 get ready 一下，要出门各种晒太阳。这个防晒我觉得还蛮好用的，这个也不会涂完脸上泛白。也没有奇怪的味道。我就会开始用这个蛋。拜拜拜拜拜。其实我也不是美妆博主吧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拍这个？分享日常吗？我比较好奇我的朋友们是怎么 get ready 的，分享给我吧。但我感觉其实我都没有按到一泵，就是我就感觉已经很多了，就还没有用完，再继续蘸一下，把这个部分那个。其实我这一步完之后，我应该买一个散粉，然后定一下妆，但是我一直很懒。OK， 这个底妆打完之后就画眉毛。哦天哪，我忘记带眉笔了。反正平时我就是会再画一下眉毛，然后就完成了。这就是平时我上学的妆容。哦 ，OK， 现在就下楼吃饭。哦，给你们先来一个 room tour 吧。这就是卫生间，是现在我待的地方，这也是洗澡的地方，一个马桶。出来之后，这是我们昨天晚上睡的房间，有一点乱哦。然后景色很好，然后这边又有一个房间，我们昨天晚上是本来打算在这个房间睡的，结果呢发现这边有一个红色的印记，我们就没有敢睡这个房间。实际上这个 Airbnb 大家的评论都是说非常非常干净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瑕疵。然后现在下楼，这就是客厅，但这个房东是故意把它建造的有一点古老的感觉。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古老的感觉的。这个电视还蛮不错的，这有一个壁炉，然后这是他平时办公的地方，也就是餐桌。然后厨房的这边也有一个卫生间，一楼的卫生间，然后这边又是一个房间，可以睡觉，一个沙发床。然后他刚来的前几天都是睡这个他自己的睡袋，因为害怕床上会沾着病毒。我们前两天从 Costco 买的这个麦片，他说太甜了，
今天让我尝一尝吧。哦，看他的手，他现在正在蜕皮，因为他前几天在优胜美地爬了 half dome， 就成了这个样子，晒伤了就成了这个样子。记住，从那个 half dome 下来一定要涂防晒霜。一定要涂防晒霜。我做了一个 cupcake。What？ 你从哪里搞的？是这个房东留下的吗？对呀、啊。现在我们来到了阳台，哒哒。这边还有可以烧烤的东西。然后晚上这个灯会亮，有 Alexa 控制。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坐的位置，从这边走就可以出去，那边停着我的车，从这边下去，那边停着他的车，这就是门口啦。不错，就一定要配着咖啡吃，那种甜的。尝一尝麦片。Oh my god！ 没有那么差，没那么差，这不是太好。确实好甜呢、哦。嗯，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加酸奶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吃惯了我做的优质麦片 ，oatmeal， 其他的都不能吃，无法下咽。而且它为什么有一种？奶味就好像它加了奶粉一样，嗯，是不喜欢。那、啊、你吃这个呢？我吃这个。嗯。你帮我把它蛋分开。So sweet。我们待会儿吃完饭就出去买。出去干嘛？买东西啊。买啥？还要买啥？买螺蛳粉。那不得开到外面去啊，开下山啊！对啊，你疯了 ！Don't do that. I'm not going anywhere this weekend. What？ 你看我的身上还在蜕皮，等我把皮蜕完好不好？刚才看完了程序员吐槽大会，好好笑，推荐大家都去看，是去年发布的是吗？对。然后我们现在才知道才看，啊，现在要去做饭啦，耶！就是需要葱姜爆一个锅，嗯。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海米，哦，跟虾皮混在一起了。Anyway， 因为我们家是烟台的嘛，感觉回家或者送别人礼物都是会送海米这种海产品。面条的配菜就准备好啦，这是我刚刚解冻的虾，现在要处理一下。我感觉住在海边的人吃虾都不挑虾线，是不是？反而好像是内地看他们经常挑，反正我们家是不挑。说着不挑，为什么还在挑 ？Oh no！ 虾我已经处理好了，刚才说不想挑虾线。但是也都挑了，有的居然还没有虾线，然后还给他们剪了个头发，这样吃起来感觉能干净一点。其实在我们家我们都不把它处理这么麻烦。然后什么声音，这边是切的葱段、姜片、蒜片，还有准备的青花椒和辣椒，要用到蚝油跟料酒还有糖。开始做吧，好香啊！
点。多淋一点。热锅冷油，下葱姜。然后把它炒到这种软烂的时候，倒一点酱油。完成。嗯，好好吃啊。哦。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看的 Our Planet， 好好看呀，我感觉特别适合小孩儿。现在我们要下山买一点东西，今天晚上好吃。把它盛到一个大碗里，开始分吃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乘风破浪的姐姐。开始。但是这个实际情况不一样，因为三个人来分一首歌，就意味着公摊面积很大。哦。这个地方的时候。So happy, man. Finally, I'm so hungry. 饿炸了我。吃上了，终于。吃上了好吃的。My God！ 我们刚要去洗漱睡觉，就看到这一幕。这已经清理了一堆了，这外面全都是泡沫。这个人，你竟然喝醉了酒，把这个 detergent 放到 dishwasher 里面了？是谁？这泡沫还蛮爽的，玩起来。这泡沫非常的持久。What are you implicating? Nothing. 建议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，把 detergent 放到 dishwasher 里面，可以创造出这么好玩的泡沫。